我嘛足拼，等下日比搁较拼吼。啊，台拄啊，咱的朋友来甲咱讲，伊甲咱的好友做啥物啥物款的代志。巨细靡有幸福感，对不？2023最后一天，小英总统南下云林助攻苏志芬。我来云林上最拜，因为对我来讲，苏志芬一定爱赢，大家讲对不对？啊，苏志芬是一定要在下一次的国会里面，一心我上尊敬的民主的前辈，以少年的时候参与咱的民主运动，一定是在第一线，跟家族的派系来对抗。光是12月，总统就已经来辅选三次。新年快乐！总统车队已抵达，庙城前的支持者坐不住了，现场上千名乡亲排队轮番上前，与小英总统及苏志芬大合照。云林海线第一选区蓝绿营正激烈对决，从证件会上，丁学忠批评对手没作为，遭苏志芬驳斥，更拿出刑案数据反呛对手作为镇长治安恶化，到了造势场再度隔空交火。咱其实养殖专区的时候，过去拢占有的国有地，怎么的合法承租啊？有啊无？讲实在，伊的心吼嘛无热情啦，啊伊的心呢嘛无甲乡亲时代徛做伙啦。这几年来，我执政这5年外来，恁看到，恁会当看到伊几届？干那最近啦，要选举这2-3个月，才认真出来讲吼，伊要做啥做啥。我讲定讲啦，予伊30档。两位女县长合体替丁学忠拉台选情，选前倒数，蓝绿除了驳斥回防对手攻击，也分别找来大咖母鸡冲刺选情。三立新闻6宜德云林报道。